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都把爱情陷得太迷，世界太诱惑。好家伙，刘宪华这一嗓子差点把凤凰传奇挤进格莱美了，谁能想到刘宪华竟然在音乐节改编了这首全是爱。当高雅的小提琴伴奏一出，这首歌瞬间成了我听不起的样子。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我，你用爱换足青春，我还能剩了什么？如果你还爱我，就什么话都别说。最后长达十秒的高音更是直接硬控全场。果然刘宪华才是被严重低估的选手，他作为国内第一个现场直播 Loop Station 的歌手， How to Love 直播短短两句词就造就了神级现场，完完全全展示了什么叫一人就是一个乐队。却硬是唱成演唱会的 feel， 一首 Moonlight 隔着屏幕都忍不住跟着摇摆。从秘密暗的你的 Moonlight， Come on， Let the fire get your mood right， Oh my， Let's put something in the air， Cause I don't even care， Gonna dance until the sunrise， Alright， Come on。Attention 与 Dance Monkey 进行神级改编，将 Loop Station 玩得出神入化，凭一己之力拉高整个商演水准。不愧是好声音史上最年轻的导师，虽然节目没播出，但这首导师互唱作品却惊艳所有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个非常牛的制作人， Super Junior 的 All My Heart， EXO 的前夜等都出自他手，给韩剧当你沉睡时洗 OST It's You， 还蝉联18-19年韩剧 OST 排行榜第一名。 You're the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moment， You're the sunMy heart going, whoa, knowing I'm with you, can't keep myself from falling right time, at the right moment, it's you。刘宪华真不愧是音乐天才，无论什么歌，他都能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拿捏我们的耳朵。要说刘宪华，他真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近期和韩国女歌手 Jessie 合作舞台，直接惊艳众人，过百万点赞。就连绝美音色的英文歌，大华清唱也是说来就来，把坐在旁边的原唱听得直入迷。Wait, do you know this song actually?Do you have the instrumental version? Yeah, I actually do. I'm the first to say that I'm not perfect. It's you're the first to say you want the best thing.Is your perfect
为音乐天才的他，从小就学习小提琴等多种乐器，如今更是任何物品到他手里都能发出美妙的音符。谁能想到，这样拥有一人一乐队超高实力的音乐天才，在教人唱歌上却遇到了巨大坎坷。我要唱什么？不仅如此，他在国内的音乐事业也并不顺风顺水，受邀当好声音导师，被质疑咖位低。明明有多首出圈代表作，却鲜有人知道是他的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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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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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都不知道对不对？全都不知道，成了，哦，真的搭了一晚上了。他的歌什么？他的歌，没有，不用知道。不是，没有，我说了。我在试着，就是迷失在途中，这时的自己，将会在路离开，不再珍惜。刘宪华在纽约街头不仅大秀小提琴，即兴唱跳，还给自己当伴奏，凭一己之力直接拔高整条街的表演水准。第一首 Dance Monkey。第二首 Rolling in the Deep。第四首 Sold Out。五首 Believer。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inside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第六首 Faded。感觉我们可以去卖艺。说到街头卖艺，邓紫棋就钟爱搞突袭。哎呀，一秒钟认出。喂。不仅爱假扮路人唱歌，看到街头艺人唱自己的歌，还忍不住上前一起合唱。
而当李佳薇亮相街头，她还能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下表演空中接麦，真是被她给帅到了。俊杰在街头发现有人正在唱自己的歌，于是主动加入。经过听到熟悉的旋律，就停下来了。你弹他唱。最后还因为没有街头艺人证被罚了200。我其实住楼上，我刚才在那边看了你们的婚礼，看了30分钟。那我朋友说，那我就下来唱一首歌，那我就真的下来唱一首歌。周兴哲在住店时，没想到刚好碰到婚礼现场，结果还顺路下楼唱了首歌。你说那只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怎么了？你怎么了？看过你。你听过周深的歌吗？听过，周深非常的空灵，他太厉害了。就在悉尼街头演唱《大鱼》，海妖般的声线瞬间吸引不少老外驻足围观，惊艳戏腔一出，成功给在场老外听傻了。在新加坡的海边，边走边唱，还弹了一手好吉他，就问他这是用行动告诉路人，我就是行走的 CD 吗？Just the way you are， 我们之前唱过那个。吉他边弹边唱的还有铁肺公主邓紫棋，她在国外街头参加综艺卖唱时，一开口直接成小型演唱会，引来无数老外的围观。自己拿着一把吉他，然后边弹边唱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幸福。在前任三成功出圈的于文文，没成名之前就曾在国外街头表演。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他，一开口直接唱嗨了整条街。